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谢谢您，大夫，我很好。
就是有点口渴。刚才护士过来给我量了体温，都正常了。祝贺你啊！看来您离出院回家不远了。多亏了你们把我抢救回来，谢谢你。您不要离我太近，别让病毒有机可乘。我来了，你们说不该；我在了，说我是祸害。你要知道，我是更不老的存在，也想做主宰。人类是后来，可生活太愉快，我却很爱在。我曾经多次辉煌，却们打败。这次我乔装打扮，卷土重来，让你们接受，我才开怀。你们全副武装，严密封锁，挡不住我的到来。因为人类虽心有傲慢，给我施展拳脚的机会，住进你的身体，侵蚀你的生命，是我天生的本领。我要扩大战果，大显身手，为我喝彩。就算人类想把我赶走，我还会存在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把我回家也不要松懈，要多多的休息，更要做好防护。我知道了，不能松懈，加强防范。防护，大夫，我还要再次的感谢你们。要是没有你们，我就不能这么快和自己的家人团聚。真的希望疫情能早点过去。想的，现在我们已经有效地抑制住了病毒的扩散，病毒生存的空间会越来越小，疫苗也在研发之中，一切会越来越好的。我相信疫情很快就能过去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也请你们多保重身体，也希望你们早日和自己的家人团聚。想就给了他，九死浮生，此人所在，坚定
新年不能懈怠，我也有妻儿父母，他们也需要我的爱，可这身衣裳告诉我，同胞们的健康是我责任所在。待到春花绽放，采取你不暂停的爱。谢谢你关心我，请你安心养病，相信祖国关爱，我们坚定信心，合力抗疫情，春天必更好。谢谢你，别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应该我们有共同的母亲祖国。
Zheng Qichao.